个年龄层的。我出道比较晚，那我们年纪应该差很多。没有关系，差很多哎。对，我知道。听说今天两位带来表演非常精彩，就是带来让你们很害怕。喂喂，你这是安诺啊？你这是穿安诺吗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表演？是是是是是。有一种东西，中国传统的叽叽等等啊呢。花枪吗？犀利。那我们平常在外面呢，是看到单枪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對。今天我们带来的可是双枪哦。短短曾经才三个月哦，就荣获了桃园县学生舞蹈大赛的第一名。哇！第二个袜点，每一位成员都可以把膝盖举到眼睛旁边，不是弯下去，是拿上来。哇！拿上来，这么厉害、啊！不相信，不相信。还有第三个袜点，让你先袜完以后，等一下就给你看。每一位成员都是女版的霹雳虎哦，哇，都是美女妙龄美少女。那我们是不是马上欢迎他们出来看一下？好，我们一起来欢迎。双枪花旦家庭，掌声欢迎！对不对？好，你们现在是几年级？高一啊，成军才三个月，对，得到了很多的冠军。没错，没错，有没有什么奖状？口说无凭，桃园县100学年度学生舞蹈比赛永平工商古典舞优等奖。不啦不啦，等等啊，都是朱凡来不及备注，好不好？太多了，好，他们表现非常的优异，请我们的老师张主任，欢迎主任来了，欢迎我们的主任。也是一个帅哥啊！想请问一下，他们本来都是练舞蹈的，怎么会你们会带领他们来练花枪呢？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舞蹈里面有中国舞蹈跟西洋舞蹈，中国舞蹈我们是规定要学京剧里面一个器具，那我觉得花枪是最适合女生的，主要是学生要肯吃苦，因为学花枪通常都会打到头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看主任他文质彬彬的感觉，并不是那么严格。对呀，应该训练的过程还算蛮 OK 的哈。主任会不会很严格？很严格。这个感觉对他最有意见的，那你说主任如何严格呢？对对对，他说不能谈恋爱。所以其实你是很想交男朋友。少女总怀春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问一下，因为我们永平工商的校区比较偏僻，所以通常都不会跟外面做结合，所以经常都会找我们学校的学生谈恋爱。这个是一种现象，对，会影响，会分心。对，只要一到吃午饭哦，我们那个表演艺术馆下面都是那个男生男男女女站岗。对，中午以后都很多人在站岗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学校治安应该蛮好的。这个是主任的用意，对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谅解。对对对。除此之外，你们还有觉得主任哪里很严格？就跳不好就一直重跳。这很正常啊，有没有不给你们饭吃？没有。有没有罚跪？没有。主任超级不严格的，真的。我们几乎都是一个动作练一个小时。台下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一个小时啊，对耶，一个动作要练，那你实在太严格了。对呀，太严格了。像刚刚说他们把膝盖放到头那里放一个小时，他怎么？什么膝盖放到头？只有说膝盖在眼睛旁边，膝盖放到头。不要先听人家讲。你就对我很严格，为什么这样呢？我就是很严格啊，所以我是主任这一边的啊。对啊。哎呦，你们里面有一个可以做来示范一下，膝盖可以放眼睛。哎呦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真的哇！膝盖到眼睛，还能 Q？ 哎呦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哇哦！还有刚才说那个枪，有没有人有受伤过？有没有打到头过的？打到一定有啊，有，一定有人没有，对，一定有。在练这枪的上一支舞荷花的时候，做腰的动作，然后受伤。腰、啊？哎呦，什么叫腰的动作？给我们示范个哈。哦，你看。OK 好了 ，OK 可以了。我一定要让你看一下，姐姐有练过，是应该的。哎呦，哎，我就是等你讲这句啊。开玩笑，我没有办法像你刚刚那样子，但是我基本起跳下腰没有暖身，好不好？各位加油！哎呦，小心哦！哎呦，哇！还有我的眼睛也可以碰到膝盖旁边，只是我不能拉上来，哈。真的？对。
雷蒙啊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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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厉害，哇，哇，果然是舞蹈底子的。我也是，你去天桥啊。哎呀，掌声鼓励鼓励鼓励。好，刚才杨琪姐刚才要表演的也很棒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算是一个让你们暖身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对。紧接着下来，我想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很想看看你们的表演，真的期待你们的表演，对不对？虽然我知道你们好像有些人有受伤，但是希望你们好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掌声欣赏五个人带来巾帼征战的表演。我们的永平工商表演艺术科为我们带来的巾帼征战，哎呦！台的表演里面，你们觉得哪个动作是最难？有两个人就转圈的那一个，这样。哦，这个，哦，哎、哦欸哦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看京剧都有的、啊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很累啊，这个头很昏呢。哦、欸，嗯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棒子，站着要控制他的距离。转的人要控制速度，其实如果距离没聊好，那速度就没办法。哎呦，那他转的圈数是有固定的吗？当然越多圈越好啊。其实我觉得打，比方说他打几回合就对。我跟少元默契是不错的、欸。哎呦，那你们再来一次、啊，你们两个这样讲，我负责转，你负责引导我。自认最有默契的道元赖成。我跟少元默契是不错的、欸，哎呦，那你们再来一次、啊，你们两个这样讲，我负责转，你负责引导我。好、啊。啊转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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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哇！这蹦子算是比较简单的，是不是？基本动作，基本的，基本动作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主任出来示范蹦子。哎，你可以吗？真的，真的可以吗？基本的可以。那就是来请主任来示范啊！开玩笑，这么帅，可以啊！哎呦！好帅！对了，哎，请留步，请留步，站着，站着。
的，大家有没有看清楚？没有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主任，不要再欺负老师了。你欺负主任了、哦？他们看得更高兴了、啊。在里面主持群里面，有一个对蹦子非常的有研究。哦，有这种事情，而且呢，刚才他有被杨琪姐侮辱过，我想现在是他报仇的时候。是啊，这样。哇，来，好，有一，好，有有有有有，哦有有有，一，二，最后一个，好棒好棒，哎，哎呦，尽力了尽力了，好像有一两圈，怎么看都像那个粽子在那边转，不是，对啊，就打陀螺啊。从左边转到右边比较简单，嗯，从右边转到左边比较难，因为这平衡感很难抓，空中的平衡感最难抓，真的，你要去熟练它，然后自然而然形成，不然我刚刚也不会那么难看的、啊。还有接下来我们都是上半身的，有没有？其实脚脚好像比较没有、啊，对对对，如果是腿的话，要下盘的扫堂腿。我第一次看女生做扫堂腿，为我们示范扫堂腿。哦，哇，哦。就可以来。哎呦，幸福哥，你看哇，幸福哥今天一直都想要表现的啊，没有逞强哎，小心一点，不要受伤。这个幸福哥，幸福哥扫堂腿。哦，其实幸福哥表演这个是街舞的一种。好。基本的基本的转花枪，然后再加抛切是最难的。两只啊，双枪吗？两只啊，双枪啊，这是转花枪，这个加抛切。真的很难，要命！来，王小彤，你也不要一直在混了，每个人都真的，他今天还没有示范到哎，我可以拿一支就好了啦，我可以单枪就好了，对啊，你一支就好。对，哎呀，小彤，王小彤不错，小心不要敲到头。哎呦，哎，他有一点概念哦，啊。哎，睡了。手好酸哦！对啊，吉哥有发现一件事，他们转双枪有没有？他两个枪转的方向不一样，所以你的脑袋要分得很清楚。对，要分成两边，一样就打到了。这个最难，这个有就打到了。一心二用，对对对，这样子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哎，新闻哥，真的把它当成成功领的枪啊！嗯，哎呀，又成啊，来，帅啊！哦，帅帅帅帅，哎，怎么会打到头？有过抛，哎呦，抛抛。真的真的，各位，所以他们真的是不简单，没错没错。三个月成军里面可以有这么好的表现，我们来给他掌声鼓励，真的非常厉害，对不对？那听说呢，他们里面有一位是这个冠军，个人赛的冠军，个人赛的个人赛的。然后我让你们猜猜看，我们这边有准备玫瑰花了，哇！现场的来宾还有主持人来猜猜看，那位冠军到底是谁？你们会觉得谁他是里面个人赛的冠军？这就很重要了。是的，我们请刚刚那三位出来好了，好，把你们范围缩小，好好好，大家帮我们。示范的三位，艾辰，由你先好了，我先了，好了。其实我比较怀疑的是，怀疑，怀疑，在问嫌犯呐、啊欸？你现在是在审问犯人是啊？我比较认定的是，队长团体表演里面有一个很难的动作，不是说那个那双人的双枪，还有他一个人独角戏，有没有？对，两一人抓双，一人抓双枪在那边，有没有？蛮像，蛮有道理。我们后面会不会越来越难选？新闻哥，新闻哥，新闻哥，我觉得中间这位同学刚刚看到他几个动作啊，做得到蛮到位的。嗯，然后呢，看他这个很专注的眼神，我觉得我应该投他一票。好，来去。好，杨琪姐，杨琪姐。哦，我非常不幸的，我要跟艾辰选一样。哎呦，对，我不能违背我。哎，难得我们眼光是一同的哎。我真想戳瞎我自己的眼睛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好几个动作，个儿小个儿的女孩子哦，表演起来要比较吃力，可是比较得分，比较讨喜。是，这是真的。那所以，我还是要把我相信他会是过个人的冠军。真的哦，志同道合了，不错不错。当然就是你了。哦，你的眼神，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是什么？我没有任何理由，因为他是我喜欢的型。选专业，选是你的菜啊，选嗜好嘞。既然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应该也是他了。哎，哦，为什么？你也就是蹦子啊。我选的条件跟林道远是一样的。不是啦，他今天没有，没有啦，是因为我他刚才教我那个蹦子，我觉得他的这个。
跳跃的高度跟他旋转的速度，我会觉得说他其实看他的感觉有没有比较精壮，到底会是谁呢？主任，主任帮我们公布正确答案，举起他的手。三位花枪选手中，究竟哪一位才是舞蹈比赛的冠军呢？我觉得应该也是他了。哎，哦，我是什么？你也就是疯子哦。我选的条件跟林道远是一样的。我他刚才教我那个蹦子，我觉得他的这个跳跃的高度跟他旋转的速度，我会觉得说他其实看他的感觉有没有比较精壮，到底会是谁呢？主任，主任帮我们公布正确答案，举起他的手。是吗？哦，加深呢，我们的队长加深，加深加深，舞蹈学了多久？10年。真的是十年功啊！等于国小就开始学了，对不对？从国小四中，他从中班就开始学了。主任听说要爆料了，主任爆什么料？他妈管得还蛮严的，他去哪里，不管是去练习啊，或者表演，或者去比赛，全程跟。哎呦，因为长得很漂亮啊。最不喜欢妈妈管你什么？交朋友。这个也在这个时期的时候讲出来交朋友，我想应该就是交男朋友。哦，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妈妈讲？就我已经长大了，不要一直管我。讲真心话哦，你要给他放心。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哦，你真的知道？不知道。妈妈其实很爱很爱你的。你要大声说出来啊！妈，我爱你。非常好。妈妈在电视机前面一定很高兴。对的，对啊。电视机后面也很高兴。真的，在你后面更高兴。那如果他站在你后面的话，他会更高兴啊。对，你转身看一下。嗯。加油！好，欢迎妈妈。妈妈也好漂亮哦，哇，一看就是妈妈生的。妈妈很担心她，对不对？在这边呢，我们先问一下。哭了啦，家长。她现在哭，她哭哭什么？喜极而泣啊！听到了。如果你们有告诉我妈妈要来，我绝对不会提到男朋友的事情。喂，哇，不要扛了。哦，其实没有，我们在这边，你看妈妈很辛苦，很支持这个女儿跳舞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你很，你有没有看到女儿这样跳舞十年这样很辛苦，自己会不会心疼？会，会很心疼。嗯、对，心疼。那问你，你为什么会管她这么严？对啊，现在的小朋友都很，对不对？因为她比较少更新了、啊，然后她什么都好。所以我会很担心，真的，个性比较随和，对对 对，怕他被骗了啦。对，哦，你叫妈妈不要担心，你觉得你长大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呢，我们现场有一封信，哎呦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妈妈要送给你的一封信。天哪，太催泪了吧！让妈妈来，真的，家珍，我最爱的宝贝。在家里你是一个我们家的开心果，只要我跟爸爸有不如意的时候，看到你笑我们整个都烟消云散。你是一个外向又可爱活泼的小孩，在学校跟同学都谈得来，可是妈妈最担心的是你无法分辨出谁对你好谁对你坏，而且你也很爱玩，好奇心又重，怕你只知道玩不懂得如何收放。如果你有交男朋友，妈妈是希望你高中毕业后再交男朋友，到那时也许你的想法会不一样，只希望你把心思放在课业上及舞蹈上，绝对不要轻易放弃你最爱的舞蹈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加油！最爱你的妈咪。哇，抱歉，是担心啊，妈妈真的，妈妈不只是照顾她的生活，她的课业，妈妈也是很担心。天下父母心都一样。其实说真的啦，对，妈妈都是为女儿好了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年纪其实很不懂得分辨是非，比较不懂得分辨是非，所以妈妈其实是让她希望高中以后真的，而且外面她也没有说真的太多了，对、啊，外面换的真的、啊、高中以后算不错。她比如说大，其实哦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在这边没有任何资格讲什么，因为他们每个家庭教育不一样。对，但是妈妈的这种诚心跟讲话的方式，我相信家珍听在心里，应该可以体谅妈妈对她的用心，是的，对不对？但至于怎么做，我想家珍这么乖巧，绝对不会让妈妈伤心，哦，对不对？加油！好了，阿庞哥哥是希望啦，是希望你跟妈妈要晚一点再教了，对，哦，因为你现在在这样
舞蹈跳那么好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奖要等着你去夺啊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而且有这么好的伙伴，对。如果你因为谈恋爱放弃了这些伙伴，人生这样实在是对他们来说太悲惨了。真的，真会讲话。今天他们带来的表演真的非常棒，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。表演里面呢，我们有发现一件事情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？但是我相信只有我有发现到了。哎呦，这双枪不是只能用手耍而已。他们刚才有个小小千分之一秒的动作，其实枪是可以用脚踢，用手接住。如果哈，你们在30秒，好，可以踢15下。今天我们就有奖金要给你们，30秒15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15下最简单，有没有信心？好不好？能不能？快腿踢枪，计时30秒。开始，一下，哎呦，不能掉地上哦，两下，三下，4下，来，快点，5下，可以，6下，可以的，稳稳的，7下，8、9。10，小心，不要急，专心，哎，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12，来，13、14，哎呦，这快掉了，15，哎呦，16。17、17、18、19、20，没关系，已经好，时间到。刚才应该把标准定高一点。我想就请我们的杨琪姐把这个奖金颁给我们的主任。哦，谢谢主任，谢谢你们，恭喜妈妈。对了，这是我们也小小心，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的在练习，每天这样练习。大家已经刚才看到他们很精彩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其实各位，他们还有一个加分题，对，他们有新的表演，新的舞蹈，真的。大家想不想看啊？想。好，马上来看一下他们带来的加分题。好像变一个人哦。哎呀。哦，雷鬼。百变啊，百变天后啊，哎呀，厉害啊，好好看哦。哦，哎呦，哦，辣翻天，哇，哦，耶，主任也会跳，哎呦，对啊，起，哦，哎呦，哦，你说这样妈妈怎么能不担心啦？真的，对啊，担心死了。对啊，连我这个阿姨都开始担心了，太辣。哇！真的，感觉完全不一样哎！天哪，吓坏我了！完全年轻活力啊，巾帼英雄变得青春洋溢啊！真的，所以这套舞嘛也是主任教的吗？英雄变现代辣妹啊！哎呦，主任，那你也来一下嘛！主任。你们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的教练好好聊一聊？主任每次教舞的时候都很认真，虽然我们有点偷懒吗？爬带，有点顽皮啊。我们会认真的。好，在这边也谢谢教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么的好看，好。记得周一中晚上7点半收看我们的新兵进行曲。